521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Christy。 今天呢，我们又和大家相约在 Richmond 的电影院。那么今天521又送给大家怎样的福利呢？今天就是星爷的美人鱼温哥华首映活动，下面就让我们来分享一下小伙伴们对这次活动有怎样的感想吧。周星驰的功夫，大话西游，星爷的长江七号，真武之霸，周星驰的，我能问一下他们吗？先，周星驰演的百变星君里面的黄老太，因为我女朋友有时候造型挺像那个黄老太的，黄婆婆。长江七号，小七很可爱。最喜欢看回魂夜，因为我男朋友最害怕看鬼片。一个搞笑角色吧，特搞笑，特无厘头吧，一个很逗逼的角色吧，英雄，逗逼的角色，搞笑。邓超是谁啊？邓超是谁啊？邓超是谁啊？最喜欢还是邓超的角色？当然是邓超啦。刘超扮演那个角色，把他所有的钱都投到了环保事业当中，他融入了一些环保的元素，然后我觉得挺好的。这个真好，他把那个武打片的兴奋的那个精神，纳入一个幻想片里边。52温哥华 ，52 Vancouver， 52温哥华，耶、yeah ！祝贺52温哥华，这个猴年，事事成功。52温哥华。